那现在我想听听 Key 跟我们年轻人讲，年轻人冲吧，好，看看我们 Key 如何在一段时间比较可以说比较辛苦，自己有没有掉过泪在房间里面啊？那段时间你觉得你有吗？我刚听你这就是很顺畅哎，好，一直在往上，一直在上。那可能你掉泪，我现在想听你掉泪的那一段故事，有吗？一般上男人掉泪是不是罪？不是罪，对的。然后其实一般上就是眼泪用心泪流啊。太委屈了，太委屈了。你说掉泪了，其实我的过程蛮顺的了。对，因为我觉得，其实过程，就是学习的东西很重要，不过过程更加重要。对，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也是很多很开心。对呀，你很投入啊，很开心，很投入。你很自愿，哎，明白吗？这个就是年轻人应该要学习的，就是今天，不论我站在哪一个岗位，我要热爱。Passion， 我要热爱那份工作，那我才能够把他那个岗位做得更好，我再可以做得真的更久。这个是在替你真的令人，令我们现在的21世纪的年轻人，冲吧，年轻人。是啊，我觉得我觉得在我的过程中呢，我觉得态度是最重要。态度，你所谓的态度是怎么态度呢？就是第一，做人态度。工作态度，对于身边的人的态度，对事物的态度，在对这个社会地球的态度，我觉得很重要。那其实我觉得细细想，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如果你是说在事业上呢，我态度的话，我觉得只要你就讲做东西好，就是有 responsibility， 就有责任感，有责任感，我觉得就是有好的态度，怎样说好态度，就想不要做一些你喜欢的东西，做一些人家喜欢的东西，所以我相信就是人家就会很快就接受你，当人家很快接受你之后呢，你就很多机会，很多机会可以给你就是给你发，就是给你去发挥，发挥嘛，发挥跟发展，对。不过呢，我觉得机会也是要给那些准备好的人。在还没有机会之前呢，就是自己要去增值自己，就是要去增值自己。所以我觉得在工作跟学习是其实一起的，就是你在工作时候，你也是要在学习，不断的学习。当你需要的时候呢，他马上你就可以有机会，就会起得很快。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我本身也喜欢上课，其实我们也是家人嘛，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学习太过重要了。那时候你什么时候又回来马来西亚了？其实我回来新加坡的原因呢，因为我一年最多回来两次马来西亚，就是见我的 family， 然后有时候一次，我觉得没有意义嘛，没有人生要活得有意义嘛，对不对？对，所以我觉得我很注重就是亲情、友情，对，那边也是有友情吧，我失了亲情，对。所以我在还是家里面的人，还是家人，还是家，对，家是最温馨。回家真好，对，回家感觉更加好。对，所以我就在那时候我就做了决定，我要回马来西亚，就是发展。那时候是属于你创业的时候吗？那时候没有，还是帮人家打工啊。好，还没有打工，还是在还是跟那个对，还在奋斗，还在学习。年轻人，你看，对，从阿 K 刚刚。从入学院的时候，在职场街，然后到新加坡学习了，然后又进入一家设计公司，然后从在新加坡又逗留了蛮几年的时间。那为了想家嘛，就是跟家里比较亲情重要，所以才能回来吉隆坡。幸好他已经回来我们马来西亚，回到我国，那我国马来西亚呢才能够有这样的福分啊，就是阿 K 已经回国了。其实我回马来西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我是马来西亚人，对，我应该回马来西亚做一点东西。但是很多人不一样，他觉得就是说我在那边已经
觉得很好，我就不想加了。嗯，那时候我的想法是我，就是除了想加，然后我觉得我本身是马来西亚人，我应该回来先马来西亚发展了。我觉得这种才有意义，就是不管因为这里就是我的根啊，就是不管新加坡人如何去挖角你，或者是如何去是有很好的那种之心啊，叫你不要回来马来西亚。你说挖角呢，我还记得我在此真的有我在，所以我相信我绝对相信挖角这件事情。其实我在新加坡，我要回来的时候，我老板不舍得我，拖我了差不多整六个月。对，是，然后才给我回来。然后你老板有哭吗？那时候啊，你老板应该是一样有哭吗？啊，可以不要跑啦，直接流泪。他就是很不舍得，对，就是不要给我跑。然后我跟他说不行啊，我还是要回来啊。就过了六个月之后，我就回来吧。我回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工作在吉隆坡。哦，因为那时候我老板有跟吉隆坡一间公司，他们也是有做生意来往，所以我的老板就跟这个老板娘说：“哎，我的态度很不错。”哦，所以他已经介绍，因为那个老板娘还去新加坡 interview 我。哦，真的。那我就回来这里。对。那我感觉上哦，你身边很多贵人，你有吗？蛮多贵人，对。其实很奇怪哦，贵人就是喜欢黏住那些有态度的人嘛，就是机会也是一样，很喜欢黏住那些就是肯去上进心的人。什么影响让你觉得好，我要真正的创业了，真正的我要自己的品牌 ？OK， 那时候就是那时候我就是跟那个百货公司一些单 ，OK， 我们开始有跟他做生意，然后那时候我是做 marketing 的。你觉得这个行业还可以发展？其实一路来我对这个行业是很有信心的，因为我自己也是有企图心。对，然后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我已经有那个目标啊，也是很明确，自己要出来，自己真的要出来，有机会我自己一定要创业。对，就是在那时候我已经有做好准备，所以我在每一个部门什么阶段我都会在学习。对，然后回到马来西亚之后，然后我就是做 marketing。对，也是一个也是熟悉了，也是机缘，对，也熟悉了。也是熟悉了啊，所以我回来就是不是很辛苦了，那管道也通了啊，对，可以这样讲吗？是，管道也是通了，管道通了哈。不过我开始呢，是因为就是那个一些单就是给我机会，是一些单机会，因为我那时候我 supply 给他们的设计啊、service 啊都很好，所以我已经有一个就是有个吸引力，也是有一个影响力。然后当我遇到有困难的时候，就是你态度，你态度还应该是这应该是态度了。对，其实我的阶段是讲态，就是我的态度了。对，我有今天也是讲是态度。对，是我如果没有态度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今天。就每一个成功的人，其实态度真的观念很重要。只要你的态度好，任何的一件事情根本是难不到你的。好，那我们就现在又回来到给你在。我看过你很多杂志，也看过你在跟很多活动里面在这时装的 fashion show 里面是看过你的出现，哇，那个实在是惊人，令我太惊讶了，令我太惊讶了。其实我这几年来在这市场已经有知名度，然后我到今天其实我是很努力，就是在看得出来，看得出来在 fashion show 看得出来。我觉得应该是说越战越勇，哇！尤其是这两年呢，我觉得是很 challenge， 尤其是做 fashion。然后我觉得服装是应该是我的使命了。我觉得我就是要跟人家，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个使命了。对了，我的使命就是给他包装。对，你今天穿的不美，来，你进来，是我给你美美的。对对，给你就有信心。尤其是这个社会，就是更竞争，你更加包装，更加有 confidence。我觉得穿衣服是一种享受。我像你每天就是在享受一餐很丰富的晚餐，很享受。好像我享受它的过程，你享受它每一个细节。是。
你就是每当那个 talent， 跑上那个 catwalk 的时候，哇，你心里面就已经，对对，那种成就感，满足，那成就感，成就感是。其实我们其实我做 fashion show 呢，其实每个设计师 fashion show 呢，我们的 show 是半个钟，不过我们要筹备两个月。哦，对啊，两个月哦，是要两个月。如果我们是大 show， 如果是小 show， 我看是一个月都 OK。你通常准备一个 show， 你今天有没有尝试过？三天三夜不睡觉啊，或者是有吗？三天三夜没有睡觉没有了吧，三天三夜睡不好就有了。哦，就是在赶工的时候，尤其是在show 要开始，就要到时间的时候，那时候是最比较辛苦。不过虽然是很累，不过那个动力还是有的。好，因为当你看到你的作品出来。那作品出来，你会觉得、哇，很有那种满足感，那种就是种推动力，这是动力啊、哦，是就是这种推动力。其实做一个收集当中是很辛苦的，因为你要从开始概念，然后再设计，然后再选料，然后再呈现，然后再还要请那些VIP， 好，然后你要怎样呈现也是很重要。好，然后就是灯光，还有那个音乐，其实那过程很大。我那个也是要你自己去。是我们也是要知道，也是要知道。好像我们什么 fashion show， 我们要配合什么、什么音乐，那很重要。哦，把它气氛给炒出来啊！是哦，对。我想听听 Key， 你对日后就是你的 vision。就是你另外一个梦想，你的野心。我想知道你能够跟我讲你的野心有多大吗 ？OK， 其实我的 vision 呢，我的目标，对，我的目标呢，我要将我的品牌带到国际舞台，那是我的目标。好，然后我的 mission 呢，我的任务我是要我的品牌要给顾客传出它的魅力。对，然后他的自信心，然后他享受就是服装，所以这是我的 mission。然后其实，服装我是在服装就是带一些信息，给就是给这个社会，好像比如说呢，我其实我的品牌呢是，注重就是比较modern， 对，时尚，对，前卫。然后还有一个是环保，好像我在去年我做个 collection 叫做绿色骑士，然后我要带出一个信息，就是绿色骑士哦，对，绿色骑士就是脚车，自行车，然后我自己本身就是去骑，就是脚踏车，对对，去感受，那脚踏车是怎样的一个这一回事，然后我就做了一个系列。然后它是 fashion sport， 是比较 sport 的，可以穿出街，就是穿去 event， 穿去 party 也是可以的，然后我最主要带出来的信息就是我们也是环保，尤其是这个地球被破坏，对，大气层被破坏，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个责任，所以每个人在自己的事业里面，做一些责任，好像我做服装的。然后我就在，你就把这个环保的那种意识把它牵扯到服装里面，是，然后带出来啊，给观众，给人家知道，哎，其实我想法是这样，因为有时候人就是我不可以叫你怎样去做东西，不过我可以跟你分享我的想法，我们可以的话一起做，不可以的话，我觉得也是要努力，就是给人，因为人家有权利选择嘛，然后你只要把一个好的东西带出来跟人家分享，对，好，如果人家不分享了，千万不要放弃，对，啊，我觉得放弃你是为了做东西而做，好，我觉得我做这样东西呢，是我自己是好像一个使命，我就是我自己的，就把它做好，把它做好，带动出来，对，所以人家会问我，哎，这样你的服装怎样去环保呢？然后其实你叫我为了环保不穿衣服，我没有放开，没饭吃吧，对不对？然后我们会在意，就是讲，第一，我是用棉质，还是棉质是会再循环，对，会再循环，所以它是环保的布料。然后第二呢，那些布碎
剩下的呢，我会 拿起来，然后 再循环，就是有时候我会做铃子啦，有时候我会做袋子啦，有时候我会做那个 pouch， 就是把那些要丢掉的布呢，我们再循环，再做一些 accessory 啦、matching 啦，成为一件时尚，然后再推出去。所以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环保仪式，环保的动作。那我想问问你，十年比较不关于服装的，你对刚刚你所讲的就是亲情嘛？其实我父母亲还有都穿得很 fashion 吗？不是每个人啊，不是每个人，因为有时候就是看他的生活，不过不是很 fashion。不过也是有品味，有品味，有品味，对，就有潮流。我相信，我相信是，就算我觉得K 爸爸跟 K 妈妈，就对你也是 K 妈妈还比较好 ，K 爸爸那是比较传统一点点。K 爸爸还是传统吗？比较传统一点，你就做点比较。有啊，如果在过年的时候就会有一点 OK mandarin color 然后比较有气氛的衣服这样是。因为就是我看 K 爸爸也不是年纪很大吧？六十多岁。对啊，六十多岁，六十多岁是年纪不是问题，主要是心境。对啊，我就记得他的就是。口头话呢，年纪不是问题啊，就要心情。对啊，除了讲，一定要有动作。对啊，不是讲你讲没有问题，就是没有问题。不过没有问题之后，你要做一点，就是要努力。OK， 比如就讲要保，还有就注重健康啦。然后你一定要运动啦，是，因为我很注重运动。那我们要把这个责任、这个使命交给 Key， 是教现在的年轻人如何要。纠正自己，如何要有这种使命，像阿 Key 这样子，如何坚持到底？其实我要纠正，其实现在年轻人不是每一个人，有一部分是这样，所以讲 OK， 就讲态度会比较差。对对对，我现在讲的就是那种，也就是其实有些年轻人就想 OK， 也是很勤力的，就是讲缺少了，缺少了就是机会吗？机会其实大吧，很多机会大吧。我觉得就是有些有可能，就现在年轻人会比较幸福一点。对啊，是因为家庭是比较富裕然后有可能得的东西就比较容易，来的容易是。连有些就是年轻人就不会去争取我觉得我会觉得会比较可悲一点点然后我觉得。我可以跟人家分享我的想法我觉得我是跟人家分享我的想法好非常好是来所以我觉得我身为一个服装设计师吧其实服装对每一个国家是很重要我们可以极力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几个点子来 Korea 香港你看他们一包装就是很像 superstar 他们第一就是很吸引人家当你有吸引到人家人家肯定会给他机会像我所知道的在我们国内的很多那种 model 就是 model 比较很著名的很著名的几位都是我们Key 的跟他装扮的其实我本身呢除了有跟 Artist Artist 那些艺人艺人就是还有就是你可以哪一些艺人呢？是在你比如 NTV Seven Jane 秦文斌OK， 然后还有曾国辉曾国辉还有就是他们都是很喜欢你的品牌。一般是我没有跟他配合，就是我有赞助衣服给他们。还有本地就是Miss Chinese Cosplay 我也是有双色衣服给他们然后Miss Astro 然后有了一般上就是那些 entertainment 的 program 我都有参与就是有赞助衣服给他们对对是好像新闻报报看我也是有对比较时尚的就是那个平台一般上我都会有赞助衣服给他们是但是Key 我想问问就是说在你的理念里面你刚刚讲到的就是把品牌打到我们国外国际舞台
你觉得要多长的时间，你可以预计在里面，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说，把梦想，把自己的梦想，赶赶的想，你认为几年可以达成的？几年？对，几年呢？我觉得这个数目是，大概。你现在如果是给我了，我想可以的话啊，在这个就是3年，3年里面，3年里面，对，不过呢，我觉得那个过程很重要，对，是，我觉得那个过程很重要，那个是我的目标，不过过程是更加重要，对，是，那你有什么讯息想跟我们的观就是电视前面的观众，来提醒一下嘛。我要跟大家分享我的看法啊。然后我觉得一个人要成功，我觉得态度很重要，然后也是要坚持。然后我觉得人生就这样，就是除了你要坚持，我觉得就是要尽量是想一些正能量的东西，在这个社会上，就把东西。会变得越来越好，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个责任，把好的东西就是拿出来跟他分享，把不好的东西自己消化掉，然后就去解决，我觉得这个世界会更加美好，人生会更加美好。我今天呢非常荣幸呢能够邀请到我们服装界设计界遥遥领先的一位佼佼者，一介企业家，能够把我们的国家的品牌能够带到国外去啊。我非常感激感恩我们的 Key 到来，谢谢你的邀请，好，谢谢你，感恩感恩，我希望你今天能够把尽快的把马来西亚的品牌打出国外，大家请努力，好的好的，有你们的支持肯定没问题，来我们再喝杯Cheers Cheers Cheers